不是秘密，也不是要隐藏，他腿很大。所有的身形问题都出在他的腰臀跟大腿，所以他也是我们一直说的低腰和屁股，身材比例5:5。Oh my god！ 我有屁股啦！你觉得他这样穿有显腿瘦吗？哎，你们上面的举好快了，好多都不敢这样举。你们想怎样？真的看起来腿超粗，不举。青春老师下凡解救。象腿女也能变娇啊咖哟，哎哎，这个长度比例就好了。对，你刚本来在林森北路，现在在东区，超棒！哎，你每次来节目都换一换，都变得很正哎，好好看哦！哇，你先穿掉回去，陈志远没有扑倒我，输你，没有，你超搭的。老实说，说什么？要说的是呢，其实这个腿哈，占了一个人的身体的比例，其实还蛮多的。然后就有些女生就有些困扰，比如说就是腿比较粗壮一点的话，好像穿衣服就很难穿。我先走了。当然，像这一集，我们就需要你在了。因为你现在算是演艺圈的美腿代表之一，真的。稍微看一下你的腿型，好不好？对呀、啊，你是娇阿卡组哎。对。来，走个秀呀，你看嘛呀。超细的。好细哦，有胶的好细啊。对呀、啊。你真的腿很细。所以我觉得你今天完全刺激到我们的来宾，因为今天有几位就是对腿一直有些困扰。我知道今天做什么主题才这样穿的。哦。这个是有特别有心机在里面吗？当然。是什么？你看不出来吗？因为你就腿本来就细，你怎么穿就是细的。啊，毛长一边。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对比？明轩老师解释好了。因为如果两边都有毛的话，反而腿会变短。哦、但两边如果都不没有毛，又觉得这个下半身有点，它会头重脚轻。对，哦，因为上半身有亮亮白白。对，而且因为我下半身穿的非常的窄，非常的紧，这件是零号的 ，CK 零号的裤子。哇哦！可是因为要穿靴子，所以我一定要非常的窄，它才能够包到靴子里面，有延伸的效果。对，所以为了让刚才讲的不要头重脚轻，其实这件如果你是穿不同的衣服的话。你是不要腰带的，不要腰带，它就是一件方的。哦，要我脱掉吗？麻烦你喽，我只有腰带啦。哦，对啊，腰带，我帮你拿腰带啊。哎、欸，其实也可以不要配腰带哈、哦。嗯，可是因为不配腰带的话，就会有一点太休闲，哦，就会觉得像在家里翘脚看电视。好会哦。所以加了腰带，那个时尚感跟。那个衣服的那些设计感就被凸显出来了，漂亮。不是，而且因为我这边故意穿很窄，如果你上半身没有跟它搭配的话，就会比例好吗？对，而且加了腰带，你会觉得他腿就从那里开始，对吧？那个曲线不一样，真的吗？对，是曲线的问题。因为其实我个人很喜欢那个腰细，嗯，然后其实我个人是喜欢推稍微壮一点。所以腿稍微稍微腿壮，所以你喜欢足球员是不是？腰细，然后臀型出来。你喜欢老外的身材？我喜欢那个从靠从内往外的那个线条。哦，所以如果有腰带，那个东西就可以出来了。哦，这腰了这边的这样。对对对。那我们可以不要勒那么紧，太紧是不是？你讲话发觉不对劲，挑战极限。我怎么不太能呼吸这样子？你一看他要腰细，你就把我勒那么紧，怎么放心？刚才一翻一个就好了，一个就好了。天哪，美人姐服装师也是很辛苦的，下次还是自己学一下吧。这样去之后，真的看起来腿好像是7到8分长的。对，真的，上半身腿会被拉长，对，比例。对，其实可以，这样可以呼吸。其实我们不懂穿衣服的人，我们只觉得反正衣服买来就穿了。可是他们懂穿衣服的人，就是要去调那个比例。我这样看起来是不是就觉得下半身很长？对，这个腰带刚好把腿变长。对。对，可是因为故意凸显的腿很细，如果不加这圈毛，不好看，真的不好看。就是会头重脚轻。对，然后毛真的可以不要加两个，对呀、啊啊。其实这是一个领子的毛哎。领子的毛什么意思？某一个大衣的毛，
领子，所以你把它周转来放在地。哇哦，哦，它是绑的、啊，好聪明啊！我以为是类似。哦，你看，我们来看，没有加毛。哦，对，脚头重脚细，脚太细，腿本来就太细。嗯，真的。对不对？对。可是我现在的困难是我不会自己。是不是老师？老师麻烦了。哦，绑回来了，班杰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其实那个毛有一种感觉，它有力量。你这样说它有分量也 OK， 对，你就说这个脚，嗯，可能有一种有点像那种野外那个泰山那种感受，有点那个东西放在这里。但是如果你两边都有，好像你的脚被切一段，你腿会变短，就变一段一段，就不是像那个你右边这么长。对，真的，而且简单说啊，我其实也蛮害怕两边都有毛的。对，因为两边都有毛的这种短靴，老妹感超重。老妹感，而且。坦白讲，我也不懂为什么要绑在左脚，所以我就问了。嗯，他说这还要跟你解释吗，于小姐？哎，人的视线是我看你，你的左边刚好是我右边，我们是右手的人，所以大部分都是拿右手用右手的，所以用对面看到你的时候，他一定会先看他的右边，就刚好是你的左边，这样你懂了吗？哇，真的耶！哇，真的耶！哇靠！就会先看到这边的。所以他说，为任何的别任何的别针，除非是领子的特殊设计，否则一定是别左边。嗯，小细节，学到了。对，右撇子比左撇子多很多。多，所以我看你，我的视线，因为我习惯，我一定会先看这里。所以 我的右边刚好是你的，刚好是你的什么左边？对。所以任何人别那种别针什么的有没有？各位，你除非但有一种情况是领子口特殊设计，对，它只能别在右边，否则正常所有的都是别在左边。对。他说你去看男人的西装那个凸出来的那个都在哪边？哎，手帕。左边。左边啊。为什么？我不知道。视线的习惯。哎，你们搞这个要这样子整我们吗？哦、要，而且你知道，像你现在，那你们都，哎，这个都是他们很专业的，我们都分享出来给你，不然为什么他别真好看，我们别就乱别？对啊，因为我们是专业的啊。真的。明川老师，那如果我们心仪的对象是左撇子的话，就是我们要绑右边吗？是这样的意思啊 ？Pardon？ 就我们如果我们心仪的对象或者我们想要吸引的对象，假设是左撇子的话，是，那就是代表我们要绑右边吗？对，你出来只会遇到这个人而已吗？你会遇到其他的人吗？啊、你还好吗？而且是 hero 哎，你左边来右边来我都可以啊。哦，你那是在调情吧？干什么东西？我是说这个什么意思、啊、？OK， 下次来教别针。好，没问题。好好，嗯。我的天哪、啊，连别针别哪儿都有那么多学问，观众朋友们一定要记得锁定我们之后的节目内容哦。我现在我们有三位这个女艺人，她们本身就是对于腿部呢稍微有一点点的疑惑跟困扰，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她们的这个剪影的部分。来，一号，就她重点不是腿也是腰吧？哦。我觉得那个看到小腿的时候还 OK， 小腿一过了之后，哇，就感觉来到动物园，整个辽阔了，你知道吗？真的，刚刚是抽到头奖的感觉吗？好像是那个非洲大草原的，真的有女泰山感觉出来，真的。班杰觉得，其实这双腿如果露了多一点，我觉得我可以接受。但是因为它遮了，就从那个所谓这个臀部的部分以上，好像搞不好它的那个臀部跟腰是一团。嗯，而且我觉得它的那个肌肉比例感觉很高，就感觉是很结实的那种粗。结实我觉得 OK， 但是如果真的是这个屁股跟腰是一团的，就糟糕了。哦，好，那我们来揭晓究竟是谁的腿好了，好吗？欢迎我们一号。林小姐，哦，有生气，谁想说什么一团糟？没有，番茄，你有事吗？今天看起来还好，为什么今天看起来有比较厉害？比较蓬松，而且什么叫比较蓬松？在面包是不是？你今天是有故意穿显比较蓬松、显壮的穿着吗？也不是啦，就是想说显瘦，因为他想说裤管宽宽，他的腿瘦，就想说就是移开视线一下。关于这个细节，我们再来讨论。你先入座好了，好不好 ？OK。
运用高跟鞋和大件的蓬蓬裙来遮掩腿瘦，秀琴啊，看起来效果好像没那么好哦。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二号，他的腿后面的不会比较好哦，你们讲话哈、哦。哎，都遮住了，都遮住了，是可以啊，可以这样子啊，小腿很细啊，就整个穿长裙来就好啦。啊，对啊，那没有穿细，你看他的剪影透透的里面看得出来，腿其实蛮壮的。啊，是吗？不是小腿是细的吧？因为你知道那个薄纱，其实某种程度上是放大视觉效果。哦，就薄纱透过去这样，就像加了柔焦，很多人加了柔焦之后就会放大，变得很大。但是我觉得他可能是心虚耶，就是他可能大腿是粗的，所以好像把大腿遮住。他大腿那个里面的衬裙，对对对，遮住，好像有，就是一段若隐若现，好像有三段，每一段都很短。你会就是你在讲猪的那个腿结腿裤吗？腿口。哎，我今天好喜欢班杰，他讲话都好直白哦。我们看是谁，来欢迎二号小小鱼。也还好啊，太心机了，你今天全部包起来。我走的保守路线，你真的都包住了呢。对呀，很少看他这样子。我们等一下再研究你的穿着，好不好？好的。你今天是有特意搭了一下，好不好？我们都刻意要上旋转盘，一直想上来。连身薄纱蓬蓬裙来遮掩腿部的缺陷，虽然看起来有效，但是也令人怀疑哦。接下来欢迎三号看一下他的腿。目前看起来还好，还可以哦。可以哦，可以哦，可以哦，这腿 OK 好不好？哎，不要来骗通告费好不好？大腿好像多了一点点的肉，有一点小腿肌。但我觉得这个腿是好看的、啊，大腿，那大腿好，大腿有点点大一块，延伸了一下，很大腿感觉没有故事。但这个小腿，是大腿没有很有故事，我觉得大腿很有故事。你是沧桑的吗？你整个你腿打直侧面给我们看，是不是？还好。腿型 OK， 真的是就是那个大腿那一段，好严格，大腿后侧很漂亮，有心事，对，感觉憋了很久，对，但是我炸开来，他还是要再转九十度，我九十度我们看一下，来转到正面，不是正面，背面，背面，想看背面，背面，这一面呢，是很快耶，哦，很漂亮啊，后面看没有，我觉得他大，后面大，那个背面不行。就平掉了。对，究竟是谁被羞辱这么惨的？欢迎三号。